大啊。哇！我好看吗？今天？哎，你给我讲一下你那个演唱会的粉头发是不是来自于我的灵感？我要郑重声明一下，你想多了。那你上来，我们不做点什么吗？我的天哪，我走进浴室才发现你好香哦，喷香水。废话，我不喷香水吗？这前几排的都闻得到好吗？他可能想要闻你的汗臭味呢。但是我想说，你刚上来的时候也想多了，没有爆批。走的时候跟我说一声，他说，我那天说，他上来的话要穿那个什么大熊熊的那个衣服。